为职业夜猫子的我们，肯定是要来拍一个 GB Midnight Vlog。哇！跟你说这个按摩宝宝的地方，我有专车接送哎，安排上我们的 Housekeeper。OK， 换好钱哦，现在终于有钱哦，已经差不多是半夜12点了。然后身为职业夜猫子的我们，肯定是要来拍一个 GB Midnight Vlog， 因为等一下我们安排了要去按摩嘛，然后那边他们不收卡，所以我们只好大半夜的跑出来换那个现金。你懂为什么我们这样晚才拍摄吗？因为某某人睡到8点多才起来。OK， so anyway。终于回来了，才那么一小段路哎 ，bro。所以你要是很累这样。最近就很多人在问我们是不是搬家了，是不是搬来 JB 的？因为你们一直看到这个背景，对不对？我们没有搬来 JB。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在这边租了一个算是一个度假屋，我们不是长期住在这边，但是我们可能有空的时候就会来这边拍东西啊，或者是逛一逛 JB 这样子。主要我们在新加坡住的地方其实是蛮靠近新山的，然后我们又很喜欢来这边，所以我们就干脆租了一个地方，有空的时候就过来。然后今天刚好我们在这边，所以今天的 vlog 我们就可以带你们一起看看在 JB 半夜可以做什么东西。其实也就那两样而已。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一个 house tour。 不过在 house tour 之前，我真的很饿。我也是。我们还是先去解决我们的肚子再说吧。我们先去吃。 Hello Hello。给大家看看我平时来海底捞点的是什么。这个，另外一个就选这个 tree delicacy， 好不好？豆腐 noodle 虾酱。哇，哎，这 not very expensive 的。你爸是没有来起价啦。猪肉，来个牛肉 ，lotus root， 暂时就这样。口风好的。来喝一下汤。海底捞的汤真的是太好喝。OK， 我现在来拿我最喜欢的海底捞 sauce。我们来这边这么多次，大家都认识。Hello Hello。哇，这个牛肉没有试过，这看起来不错。哇，还放冰耶。果然贵的就是不一样。肉应该好吧？哇！哇！第一片给妹妹啊！你都说买 camera 给妹妹。这个牛肉真的很好吃。在海底捞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哇，惊艳到！从那次之后，我每次都是直接这样吃。没有转过来。自从上一个挑战视频，我的食量真的变得超级小。所以为什么我要吃海底捞？就是因为我一定要吃好料。这个就是那个麻辣杏鲍菇，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你是我们的厂商，所以他这个是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我们收得很爽快。很细呢。哎呀，我刚刚还在恐被他们起价，现在我突然间就觉得 OK 了。哇哇哇哇！这什么？我不来。这是海底捞的 soup base， 这个是围裙这样子。哇，这真的太平了，这 poster 不对滚。谢谢海底捞。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礼盒的话，一个月来这边吃大概15次就可以得到。我们就真的这么时常来。买单的女人最美。总共花了197。走啦。好，谢谢。
回来啦。 OK， 然后呢，现在呢，既然有点时间，我们就来安排上我们的 house tour。 步入眼帘的就是超级大的一个客厅，超级多空间的。其实有些家具是我们买的，比如说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呢是，因为我抽一下我的裤子这个镜子是我们超级爱，就是 Shopee 上面买的。我们的很多家具啊都是 Shopee 上面买的。马来西亚的 Shopee 真的是超级爽，我觉得它可以跟淘宝拼一点点。这边呢 Open Concept 的一个厨房，快点藏起来先。 OK，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厨房。哇哦，很干净耶这个椅子是不是很漂亮？这个椅子也是我们自己买的，因为我们在这边呢，基本上都是叫 Grab， 所以从来都没有自己下厨过。这边是用餐的地方，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OK， 然后呢，这个是我的房间。对，什么你的房间？这些就是我每天起来都会折美美的床。I don't know why you're talking about， 这个是我的房间。这边是衣橱，然后这个也是我买的，这个是我的帽子。好看啊，这个房间。Yep。My room is like that one. Okay, next. 下一个就是 You don't. 每天哦都是长这样的。Okay, so 这个是妹妹的房间哦，给大家看一下，有一点乱啊，把妹妹就是这样玩，你们懂的。你看穿过的衣服。Okay, next room. 然后最后这个是 guest room. Surprisingly 啊， guest room 是最大间的。这个最大间的房间还有这么大的出来，我们反而不用它。然后这边还有梳妆台，不过这个梳妆台是我拿来用的啦，很显然的。然后这边呢，它还有一个自己的厕所，然后还有浴缸。这个浴缸蛮好用。哎呦 shit, my clothes. One more time. 浴缸。OK,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厕所。差不多这样子，这个厕所也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个地方其实真的蛮大的，就我一直想要去弄一下这个空间，把它变成就是一个可以拍摄的地方。由于我有一点没有艺术细胞，所以我真的不懂要怎么去把它弄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呢，这个呢学室内设计的哦，干啥啥不行所以说暂时就是给它空着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室内设计师要来联系一下我们OK, 现在的时间是2:50了，已经很晚了，应该是要去做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件事情。哇，来了来了，我跟你说这个按摩宝宝的地方有专车接送耶。走走走了走了走了。Hello, hello. Hi.OK, 好，我们换好衣服要按摩啦。现在在这个整个房间在等着，待会儿见啦。怎样，舒服吗？ Not bad, 你耶？我觉得可能可以好更好可能因为是你第一次来按摩，对，所以你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不过我觉得那个茶蛮好喝的。每次来按摩我都很喜欢喝他们的茶。好啦，现在时间都已经4:30了，回家啦。我们到家啦。那个按摩真的很酷，因为他直接来回接送，哎，大加分。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是我们这种夜猫子，因为我们喜欢大半夜才睡觉，然后就是那种睡觉之前去按个摩，哈，挺爽的，真的，我太喜欢 JB 了。然后呢，我们之前也看，就很多人想要看我们多拍点 vlog，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多拍很多 vlog 给大家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还有订阅我们，把小铃铛打开，成为发视频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还有关注我们 Instagram。就这样，迷你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